女子在莆田系医疗美容医院隆胸，心跳骤停去世。当地卫健局表示，尸检报告未出，事件未定性。2019年7月5号，大连女子王丽在好友陪同下到大连一星医疗美容医院接受隆胸手术。上午10点47分，麻醉师询问王丽有无药物过敏，她表示曾对青霉素、感冒药过敏，具体还有什么不清楚。上午11点，王丽开始手术。下午2点57分，王丽在手术中呼吸心跳骤停，医生对其进行心肺复苏，半小时后心电图仍呈现直线。下午3点42分，王丽被送入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，检查结果显示无自主呼吸，瞳孔三大固定，心电图呈现直线。晚上8点，医院向家属宣布王丽临床死亡。从下午2点到王丽被送至中山医院期间，王丽好友多次询问手术进展，均被告知人没事，正在手术。下午4点，王丽好友被告知王丽药物过敏，让其去中山医院。事发当天，警方已将现场保护起来，中山区卫健局工作人员随后赶往现场。7月15号晚，家属申请查看大连一星监控，但受到阻挠。7月16号下午，家属调取到监控，但无影像内容。7月15号，中山区卫健局表示，经初步调查，一星具有医疗资质，当天参与手术的医生也都具备医师资格证。现在尸检报告未出，事件仍未定性，暂时无法对其做出处理。企信保信息显示，大连一星系一星医疗美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。据《每日经济报》报道，一星集团的董事长陈兴国、副董事长陈国雄兄弟号称莆田系四大家族之一。一星官网显示，他的医院覆盖全国19座城市。记者调查发现，此次事件后，一星的客户咨询量仍然可观。大连一星的一位办公室主任表示，在主动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，目前未有调查结果，不方便接受采访。新京报动新闻报道。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